义大犀牛2013年底以第3顺位选进旅日投手萧一杰，并签下3年复数年约。不过，这位备受瞩目的新秀去年健康出赛33场，累积5胜7败，防御率4.62，表现不如预期。2005年球季从二军出发，萧一杰坦承目前处于撞墙阶段，可能自我意识是一个原因啊，然后还有状况也没有说特别好，就是一个撞墙期啊。 其实，在春训的时候，自己状况也是自己觉得啦，一开始是真的不错啦，只是可能冲太快也是一个原因。对，萧一杰在二军调整将近2个月后，终于获得重返一军机会，并在5月9号对上拉米狗的比赛中，9局下临危受命接替罗家人投球，没想到却被陈俊秀敲出了再见全垒打，承担败仗。尽管本季一军初登板遭震撼教育，但萧一杰却仍有收获。其实中间有9天。 都没有比赛啦，啊，只有牛棚过一次而已，啊，自己就觉得状况没有一直都没有很好，可是你上场丢的时候，其实不差这样，只是结果是可能对自己或是对球队来说是不好的，可是对自己来说是已经有跨出一大步的感觉，对。 延续这股正面能量，萧一杰目前虽然还在二军，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尝试各种训练菜单，希望调整最佳状态，重回一军舞台，为球队做出贡献。外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